今天上午有一个人说那个，之前不是之前叫啥？之前那个号已经封了，封了你就找不到了，搜不到了。上午有一个人说那个你换换直播风格吧，然后什么的，让我换直播风格。我说我这个人说话就这样，对吧？一个人直播，每个人直播风格不一样。我这人说话就这样，我说话就比较慢，所以我直播就是这样的。别找我了，我已经被隔离了，你找我干啥呀？谢谢达芬奇的关注。第二个脚趾头怎么这么长？天生的呗，天生就长这样嘛，对吧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怼人啊，我就不会怼人。陪我一起隔离，我们隔离这块儿，我们隔离这儿一个屋只能隔一个人啊。对，我是希腊脚。是吧？鞋子收到了，好看吧？好看吧？是不是很好穿？码数偏小吗？那是不是你的脚，那个，你的脚比较宽，比较胖啊，脚背比较高？那个什么，可以去联系客服，联系客服进行换码啊。那个谁，徐建大哥，去找客服换一下码吧。只要在7天之内啊，算了，为啥呀？咱们穿的舒服，穿的好最重要啊。咱们家都是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，如果大家就是收到不喜欢直接退也可以啊，然后码数不合适的话去换码也可以的啊。是的是的，我第二个脚趾比大脚趾长。对，我在外面做的美甲，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做美甲，就是不管是手还是脚，我只要就是指甲上空空的，我就难受，我就必须得把它涂上颜色。我穿的不是裙子，我其实穿的不是裙子，我穿的是一个比较肥的短裤。别来找我了啊，我已经被隔离了。什么链接呀？在那些和你分开的时间里，真没有链接，真没有链接。我要有的话，肯定就告诉大家了。而且你一个男的，你要我这个短裤，你要我这个衣服的链接干啥呀？买给你老婆吗？新进直播间宝宝们，咱们家是做回力官方正品男鞋的啊。我真没链接，我要有链接的话，我肯定告诉你。这我自己家我随便拿的一个，我每次直播就穿这个，因为我感觉这身直播就是上镜效果比较好。在那些和你远开的世界里，我骗过我自己。谢谢谢谢我们讲义气的大叔送的玫瑰。新进直播间宝宝们，咱们家是做回力官方正品男鞋的啊，如果大家之前没有穿过咱们家鞋的话，可以点开右下角小黄车看一下，
喜欢几号链接主播给大家试穿啊。我没有感冒，没有感冒。今天咱们就是佛系卖货啊，佛系卖货。大家喜欢我的话，支持我一下啊，可以去拍一下七号链接。七号链接是一双拖鞋，就是我们夏天肯定是要穿到的啊。七号链接拖鞋，谢谢。然后拖鞋的话，大家如果要拍拖鞋的话，可以去拍比平时大一码啊，可以去拍比平时大一码，就是，去拍比平时大一码就好。我多高啊？我1.65米，1.65米啊。谢谢谢谢，我感觉我粉丝都特别捧我，每天大家可以去拍一下七号链接啊，朋友们，七号链接。追求我的小伙子吗？有。那天我从高铁站下来，然后他们就有就跟我们一块儿一趟车，还有俩人要我微信了，结果后来也没怎么说话。我是91年的啊，我是91年的。谢谢呀，这是谁呀？不是不是，他是就是那个人说就是我们一块儿嘛，因为我们同一个区，然后他们就说那个互相加个微信，然后就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就是有个照应嘛，然后就加了。我不在北京，我是从北京来的，从北京回沙庄，然后才隔离的。要微信刷穿，人家万一不玩抖音呢？人家万一不玩抖音呢？我感觉我马上要断播了，因为他刚才已经提示我了。提示我聚焦敏感部位了，我感觉我要断播了。我要是一会儿下的话，我就不播了。谢谢谢谢。我没有带拖鞋，我没有带拖鞋，我去那个。你关注我了？哎，这谁呀？我没有带拖鞋今天，哎，要不我还是穿一个拖鞋吧？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一会儿断播了就不播了啊，断播就不能播了。断播再播的话，我这个号容易被官方盯上。卖呀，我就是卖鞋的，咱们家是做男鞋的啊。但是我穿的鞋不卖啊，我穿的是样品，我样品要卖的话，我怎么给大家试啊，对吧？
属羊的跟属马的性格挺合得来了，是吗？我感觉我性格跟谁都挺合得来的。哎，刚才给我刷礼物的这个榜一是我之前那个榜一吗？我感觉是他小号。